我相信韩市长一定会啊，我一定是不知心或者是把薪水捐出来都一样。嗯，我相信韩市长一定会做。那韩市长要正式请假去拼他的选战，但是现在民进党他们就呼吁说，这个韩市长应该要跟您当初一样，把这个就是竞选就请假期间的薪水捐出来。我相信韩市长一定会啊，我一定是不知心或者是把薪水捐出来都一样。嗯，我相信韩市长一定会做。